对不起，我们刚才这个希伯来文晚了一点下课，但是可能你们也上得很兴奋啊，能够最少听可以把这个希伯来文的数字啊，这个所罗门啊，这个川普啊，这些名字都被对上号了啊，很有意思啊。哈利路亚啊！所以希望这个预言是应验的。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来仰望我们的主啊，进入系统神学二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带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仰望你。主，我们不单单要得救，我们更要得胜。不单称义，更要成义成圣。说特别在系统神学二，我们要学习如何走得救的道路，明白这个救恩的次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说特别今天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如何在美好的伊甸园里面堕落，究竟堕落的原因是什么？堕落之后的结果是什么？也让我们看到神如果要恢复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的美好，甚至更美好，作为仰望你，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同来看人类的堕落，特别我们很惊讶，因为当神创造完之后，六天创造完之后，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节说了一句什么话？一切什么所造的都甚好 ，good。神所创造的万物，特别是亚当夏娃人类。神说是好的，怎么好的会变成坏了，懂吗？怎么好的会变成堕落呢？究竟那个原因是什么？而当人类堕落之后带来什么结果，让我们今天所有亚当子孙所承受的那个恶果是什么？所以首先你看到左边这个图，也看到创世纪第三章描写这个堕落的一个 external factor， 这个外在的一个原因，不是它本身啊。假如没有这个外在原因呢，应该亚当和夏娃会继续持守他的好，懂吗？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外在的推动，外在的原因，外在的引诱，好，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外在的原因，一同来第三章第四节，蛇，一同来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因神知道你们所以本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没有这个外在的引诱，外在的推动，本身是好的，他们也会继续的持守神对他们的命令，一切都是风景嘛，都是好。但是蛇引诱夏娃，那么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蛇不引诱亚当先？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把这个堕落的一个其中的因素归在比较软弱的姐妹身上啊，好像撒旦知道啊，在这个亚当和夏娃当中啊，好像姐妹比较那么不会啊稳固，那么的好像坚持啊，所以撒旦就进到蛇的里面。记住，不是蛇本身做成这个的引诱。在万物没有被审判，人没有堕落之前，人是可以跟动物
沟通的，啊，一切都是合一的。所有的万物，亚当在管理的时候，其实万物是听话的。小猴子不要乱动，我们现在是圣日了，要一同敬拜，蛮有气息的。我们一同来赞美神。有些鸟就开始叽叽喳喳的叫了，在赞美着，动物就开始动了啊。所以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定第七天为圣日，分别为圣，做什么？是要亚当跟夏娃带着万物一同敬拜神的。所以万物是会听话的，蛇、动物可以跟亚当夏娃对话的，所以蛇讲话，夏娃一点都不会奇怪。但是没有想到，蛇是被撒旦进到他的里面，控制他，使用他。那你看看这个撒旦是怎么样试探夏娃，让他堕落。这个堕落的因素很肯定，夏娃也会 讲同样的话，甚至在家言家畜来引诱这个亚当。所以圣经只是记在第一段啊，那个重点，夏娃是怎么堕落。你发现撒旦在短短的这两节圣经里面讲了两件重要的事，来引诱，来破坏夏娃。第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你们什么？不一定死。明明神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得清清楚楚啊，对不对？第二章的十七节讲得清清楚楚，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呢，撒旦要夏娃说，嘿，不一定死，也表示什么？表示要夏娃什么？怀疑神的话哈。神讲的东西不一定的，你不要百分之百的听啊。开始让他怀疑神的话啊，而且不单单让他怀疑神的话，你看看第五节更厉害，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会注意到撒旦故意加的三个字，神知道。你发现不加神知道三个字，这句话也是通的。哎，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啊，眼睛都明亮了，你们都如神了，讲得通吗？一样讲得通。为什么撒旦要加神知道？其实他是要把那个问题推在神的身上，好像神故意把一些好东西留一手不给你，免得你像神一样啊，能知道一切善恶，所有都知道啊，甚至能够定善恶。他加上神知道的三个字，其实是要夏娃怀疑什么？又怀疑了，怀疑什么？怀疑神的美意美善啊，神把好东西留下来不给我啊，所以我们要自己来拿了啊。怀疑神的美善，怀疑神的慈爱，结果越怀疑神的话，越怀疑神的美善，他的也就是堕落的原因。你发现撒旦面对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耶稣要出来传道的之前，你发现撒旦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节跟第九节从昔故给了，从昔故忌，听得懂吧？啊，太有听得懂。又同样的用同样的方法，他为什么两次在挑战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你把石头变面包，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殿顶跳下来吧。
不会死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吗？啊，你有能力啊，可以把石头变面包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撒旦讲这句话？又是让他什么怀疑他跟父神的关系？你以为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你只是个普通人啊，你都饿得要死，你现在父神真的爱你吗？把你丢到旷野不理你，你快40天了，啊，你还信靠父神吗？还是你神经病啊？以为你自己是神啊？所以你发现撒旦太厉害了，从事顾忌，又让耶稣要如同夏娃跟亚当一样，怀疑神的应许，怀疑神的话，怀疑他跟神的关系。我真的是神的儿女吗？我真的得救吗？神真的爱我吗？为什么我癌症末期了？神真的爱我吗？为什么我的老公对我那么凶呢？神真的爱我吗？哎呀，你怀疑神，就会什么？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根本不理他，拒绝他的引诱跟挑战。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什么？神的话。我就是不怀疑神的话，我就是不怀疑神的应许，我就是要抓着神的应许，胜过仇敌，而且被圣灵充满，蛮有圣灵的能力。当他经过一切的试探试炼之后，他就蛮有圣灵的能力，他的名声的传播，表示他因命感恩果。所以弟兄姊妹，千万的记住，仇敌从伊甸园到耶稣到今天，对圣徒的攻击常常是同样。你在苦难当中，你在患难当中，你在损失当中，你在孤单当中，你在无助当中，撒旦就开始在你旁边讲话了，就迷惑你了。神真的爱你吗？你真的是蒙召吗？你真的要做传道吗？神真的有说吗？神真的有这样带领你吗？为什么默会默了5年，小猫3只，教会快关门了？神真的有呼召我吗？懂吗？怀疑神对你的爱，甚至怀疑自己得救，我真的是神的儿女吗？为什么我信主信了10年，我那么苦呢？啊，我真的有得救吗？你怀疑神的慈爱，你要怀疑你跟神的关系，你就怎么就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坚固的信心，来白弟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怀疑跟信这个过程中成长的。所以我们要像耶稣要抵挡这个怀疑的火箭，你们会有的，这叫 struggle 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保罗也有这个 struggle， 这样的挣扎。但是你不要让这个怀疑的火箭进到你内心，真的去怀疑神，懂吗？夏娃就中了这个火箭，啊，结果他就伸出他的手，要吃这个善恶的果。所以我们要抵挡仇敌，抵挡魔鬼，抵挡仇敌的这些的火箭。攻击你的信心的火箭，包括亚伯拉罕，但神跟他说：“你要把你所爱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以撒献给我。”相信当神讲完这句话之后，仇敌在他背后一定讲了 一堆的声音。神有没有搞错啊？神会那么残忍啊？那么可爱的孩子要把他宰了当做燔祭？神啊，你有没有？哎，我有没有听错啊？这个孩子是神当初应许给我的，也不是我故意求的。啊，什么神会出尔反尔呢？神啊，你的信实去了哪里？神啊，你的慈爱去了哪里？我相信亚伯拉罕一定会面对仇敌给他怀疑的火箭，但是亚伯拉罕就是用信心，坚定的信心。他相信神绝对跟他没有讲错，神的声音他认得，他知道这个声音曾经带领过他出这个乌尔的，他知道神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他一点都不怀疑，
的信心，所以他成为信心之父。其实包括约瑟、啊，约瑟碰到哇，自己那么的威风，兄弟都要拜他，连父母都要来拜他，但是结果进到监狱里去，你说会不会有怀疑的时候？会吧，你对吧？你说，但约瑟坚定。相信神的异梦、神的话、神的应许，还是很平安的在监狱里面生活做事，然后被高举。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会被试炼的，但是让我们能够真的靠主的恩、靠主的话，能够胜过那个试探的试炼。现在你们做神学生都是在这个旷野的试探、试炼期，很不容易的。各样仇敌的攻击，但是假如你清楚神的呼召，你清楚神对你的使命，你凭信心往前走，越走都越光明。你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堕落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亚当的堕落是神的失败。哎呀，神所创造的被破坏了，撒旦在那边拍手。其实神在笑撒旦，因为神在这个创造跟救赎这两件事情同时都预备好，所以神不拦阻，神没有打顿，但是神也不拦阻亚当夏娃吃那个善果，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而神的形象样式一个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所珍惜的正确的自由。假如亚当不能够自由的去做选择，懂吗？虽然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不同意你的选择 I respect。神尊重亚当夏娃的选择，因为他所创造的不是个机械，是给他神的形象样式，一个包括自由的意志。没有自由的意志，他只是一个 robot。 那为什么在全世界人类越来越看到自由是最可贵的？甚至神为了亚当的这个自由付下了什么代价？他圣子的代价。所以你看到，不是神不知道，神在当初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把创造跟救赎这两个 package 是连在一起的。堕落其实要进入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透过耶稣救赎的恩典，把一切原来伊甸园的美好要恢复，而且恢复的更荣耀。所以不是神的创造失败了，来自神的创造跟救赎在永恒里面都是同时设计好的。不是因为人堕落之后神才想出这个救赎的方法，弥补的方法。假如神这个是弥补的话，就咱们神失败了啊，没有。甚至当亚当夏娃一堕落，你发现在创世纪第三章，神马上就宣告他的救赎了，将来会有什么女人的后裔会出现，懂吗？会伤谁的头啊？蛇的头，撒旦的头。而蛇会伤女人的脚，后裔的脚跟，就是已经把耶稣钉死压在的脚会被钉。他在十字架要粉碎撒旦的作为，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童女所生。哇，整个的救恩的原型初形已经讲得那么的清楚，神的创造跟他的救赎是一体的两面，唯有透过这样的创造跟救赎才能够完完全全把神的公义、圣洁、慈爱、恩典、丰富彰显出来，而且彰显在他所拣选的教会儿女的身上。
所以难怪保罗到了罗马书十一章最后啊，一切都本依他，依靠他，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他。神的创造跟救赎太奇妙了，所以这个堕落的图跟救赎的图不能分开的，是要连在一起的。你们，那么第二，让我们来看一下堕落，亚当跟夏娃堕落之后，犯罪堕落之后带来什么结果？这个结果真的是带来人类的悲惨跟痛苦，不但是万有地球受到咒诅，长出荆棘，人本身也受到极大的咒诅。那么可以说有三大咒诅，记住啊，有三大咒诅。第一，包括这个原罪而被定罪。啊，亚当原来所犯的罪被归类，同时被定罪，因为神跟亚当说：“你吃的就是必定死。”假如不照着亚当这个原罪的算判，我们不应该死的。但是神按着亚当的原罪，这个罪的定罪不但定在亚当的身上，也定在你我的身上，也是一个幻影。人觉得，哎呀，会不会很不公平呢？但是你发现，神早都在创世纪第二章说了，你吃的就是必定死，不但是他死，他所有的子孙也死。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你还记得哦，我们特别读罗马书第五章，因着一人的过犯，因着一人的悖逆啊，然后因着一人的义，就众人成为义啊。所以你就发现，在罗马书就讲到，因着一个人亚当的悖逆，众人就被定罪。记住，你我都因着亚当而被定罪，这叫原罪。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就算你没有犯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的本罪，你都因着亚当的缘故被定罪。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original sin， 原罪。对，原罪啊，这个所以假如没有这个原罪被定罪的话，最好不要生养动物，因为假如他没有这个原罪也没有本罪的话，他胎死腹中给他堕胎，他是堕下地狱。假如照着这个非原罪论的说法，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所有的人不管你出生没出生，有本罪或者没有本罪，但是你一定有一个罪，就是因着亚当所犯的罪，众人都被定罪。所以更从原罪更证明啊，就是说不可以堕胎，否则非原罪论的话就带出堕胎论，你生他是害死他，给他带到地去，万一他不是耶稣，他不是死定吗？但是假如他你不相信有原罪，你就给他堕胎就最好，因为他没原罪没本罪，站在我们殿堂再见不是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因着一人的罪，众人都被定罪啊。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六节十八节啊，那么这个罪是怎么归算呢？很多人觉得不服。我告诉你，我知道在中国教会里面有一些很有名的牧师，基本上都不读罗马书第五章，不承认这个原罪的。一人犯罪一人当，通过亚当的罪归算到我的身上，我因着他我被定罪。有些牧师我真的知道，
其实我也被讲出来，因为他已经过去了。彭俊辉牧师他写的文章，他只承认有罪的污染，不承认有原罪。很多牧师觉得，哎呀，好像不公平嘛，对不对？愿犯罪愿当，怎么亚当的罪归到我的身上，算在我的头上？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因着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那么这个罪是怎么归算的呢？有两种的解释，两种不有可能。第一种呢叫做实体，我们先讲这个代表归算论 ，representative imputation， 意思就是亚当与神立了亚当之约。所以何西雅书第六章不是讲到亚当被约吗？所以亚当是站在这个约的头，代表与神立约，就像美国总统跟另外一个国家立了约了，这个头这个总统签了约之后，全美国的国民都要有责任遵守的，是代表论。所以亚当被约，约里面的咒诅就归到亚当所代表的人类，也是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可以推论到的。何西雅书讲过亚当被约，也因着这个约的观念，你就会了解耶稣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拿着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同时保罗也描写耶稣是什么幕后的亚当，他如同亚当一样，亚当在神面前有这个约，假如他顺服约里面的祝福，生命树会归给他，他不顺服约里面的咒诅临到他的子孙。同样幕后的亚当，他守住了这个道德工作之约，用他的血，用他的顺服立了这个什么新的约。也可以说他成就了亚当没有成就的这个的亚当之约，他成就了这个道德之约，这个约成就了约里面一切的祝福都临到他所代表的教会，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教会。所以这是用约的观点代表论，亚当之约亚当是代表，基督的新约基督是什么是代表，都是要成就人作为人应该对神的顺服跟跟从。所以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基本上是表达一个存心顺服与追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同时也因着他的死承受了罪的一切的咒诅，代表我们承受了一切罪的咒诅，所以也是代表论。那第二个解释呢，就是从奥姆斯丁开始的，这个盟约的解释是比较后期啊，到清教徒时期才比较多的接受啊。那么最早期教父第五世纪奥姆斯丁提出这个实体归算论，什么叫实体呢？也可以叫实在，有翻着实体也可以啊，可以改一改，我加在里面。就是说你实实在在在耶稣基督里面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你在基督里面付了这个为罪而死对神顺服的一个代价。那这个实体论或者实在论基本上它是用什么的支持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好，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把大家的PowerPoint一同来学，并且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地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啊，所以作者要表达麦基洗德比立位这个祭司系统还要高贵。他怎么去证明呢？
因为你们的先祖啊，亚伯拉罕，都要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而且你们也献了，因为当亚伯拉罕献的时候，你们利未人已经在你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中，奥秘的联合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亚伯拉罕其实是代表了整个利未以色列人的献上十分之一，说当然麦基洗德比利未人尊贵啊。这种的身债论，在他的身中，或者身中论，应用在十字架的救赎。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奥秘的教会已经在他的身中与他同钉十字架，表示说我们透过这个奥秘的联合，如同利未人奥秘的联合在亚伯拉罕的身中献上十分之一。然后我们同样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在十字架与基督同钉复人，这样把这个救赎关联到我们的身上。一个是用代表论，一个是用三中论，或者说实在论，或者是实体论。那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啊，除了有这个希伯来书的一个说明，另外罗马书第六章也讲了这样的一个的观点。第六章第六节一同读，因为知道我们救主和他同钉十字架，看到了吧？你虽然还没出生，但是基督宣告你的救人，你的罪性老我已经在基督里面同定，好像与基督已经奥秘联合，付了对罪的代价，与基督同定时同定。而且原文是用一个过去时代，在那个时候与基督一同定，所以基本上用两种的说明这个救恩如何临到我们身上。那么同样的也是用两种的不同的观点来说明这个原罪如何临到我们的身上。一个是亚当的代表论，立约的代表亚当被立约。第二也可以用这个实体论，亚当，因为我们是从亚当来的，懂吗？这的确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亚当的身中与亚当一同犯罪，所以神审判亚当就等于审判他的子孙，审判我们。对，两种的理论呢都有很多人接受我们可以用两个角度来配合， 也不一定要否定另外一个角度两种角度都可能。好，有没有什么的分享一个代表论 ，representative imputation， 一个是 substantive imputation 这个原罪是怎么归算的呢？你发现原罪怎么样归算？救恩也是同样的原则归算所以你不能说这个归算不公平把原罪归算不公平，那告诉你神用同样的原则，那救恩也不公平你也没有真的是被钉死实体的钉死，实体的下了阴间，那你现在得救了，那也不是不 fair 吗？神用同样的原则，我们上次讲过了，系统圣洁一叫 solidarity principle， solidarity 都是连坐，中国很害怕这个连坐，对不对诛九族的。你做官得罪了皇帝，犯了什么法？一诛不是单诛你九族的连坐，叫连坐法 ，solidarity 那么救恩也是用这种观念，因着基督一个人的义，众人成为义，基本是用 solidarity 连坐连在一起，抓了之间这个观念。好，
那我们看看堕落带来的第二个恶果，看到吗？刚才第一个恶果就是被定罪，原罪啊，原罪归到你的身上，我们都被定罪。第二是众人的罪疚 guilt， 原来不单单你是有一个罪人的地位被定了罪，而且在你的心灵的深处，也从亚当那边遗传的这个 guilt 罪疚感，啊，不是单单只有亚当他堕落的时候之后有这个 guilt， 所有他的子孙都领受的这个 guilt， 啊，罪疚感。我们先看亚当堕落之后的一个反应，我们一同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一同来。知道自己是生命，他为什么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呢？因为他有罪疚感，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啊。说不定他没有堕落之前，圣经没有说，但是我猜，说不定亚当和夏娃是有神荣耀的光辉在身上。堕落之后，哇，怎么看到自己好像赤身露体，那么好像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其实是他内心里面的罪疚感，甚至他要躲避神，不敢面对神。所以这个的罪疚感啊，在诗篇里面啊，大卫也有啊提到这个事情。我们一同来读诗篇五十一篇，一同来在后面。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注意这个罪的原文是 guilt， 你去看一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 father guilt， 已经有这个罪疚感，其实从你一出生在母腹里面已经有这个罪疚感，所以连一个小孩出生之后，其实他在这个下意识里面，其实慢慢他的罪疚感会越来越强烈，所以他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各方面啊的这些的难处，其实都是里面的 guilt 罪疚感做成的啊。那假如我们中国的父母又不懂得正面的建立他的self image 啊，整天就说啊你很笨啊，你没用啊，你很坏啊，整天都是用负面来骂他，然后他就更有罪疚感啊。所以好像亚洲的小孩都不太能够站得出来说话，老美的小孩就是哇，好像很能够自我肯定啊，因为他们老美的教育整天都是肯定他的孩子啊啊啊，其实没做什么，就是说啊，你这个太棒了，你这是个天才啊，就是夸一大堆啊啊。那我们中国父母呢，整天都说哎，怎么你这个东西没什么了，很笨啊，什么都是负面的啊。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亚洲的父母是火上加油啊，本来就已经有罪疚感了。本来就不太能接纳自己啊，结果父母又否定他啊，就很麻烦了啊啊。那么最近看到报纸，台大啊，连续好像才一个礼拜，三个台大的学生自杀自杀自杀，啊，很可怜的 啊。这个跟 guilt 啊，跟压力一定有关系 啊。那么这个是透过亚当。不但是把这个定罪归到我们，罪疚也归到我们啊。但是第三个更可怕，众人也得着罪的污染。记住啊，我每一个标题都写众人哦，就是包括你跟我，众人被定罪，然后众人的罪疚感 guilt， 然后众人罪的污染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那这个 pollution 跟 corruption 就好像比如说一棵树啊，它有某种的病毒，它结的果子将来产生小的树苗，这个小的树苗也会因着原来这个母体的果树的病毒而带到它的身上啊，会一代传一代的。然后包括现在我们对 DNA 的研究啊，就知道很多连 physical 的身体上的这种的 genetic makeup 啊，都
都是一代代会遗传的啊，这个鼻子的形状啊，我三个孙子跟孙女，两个孙子呢鼻子都特挺很尖啊，好像是混血的，有德国的血统，也可能有师母的血统啊，师母的鼻子也蛮挺。但是呢，妙是妙在我这个孙女呢，狮子鼻啊，我很乐，像我狮子鼻啊，这个绝对不是外国血统来的嘛，啊，一定是隔代的遗传啊，啊，把我这个狮子鼻传给孙女的，啊，所以抱着这个孙女的可爱，看鼻子好像我，啊，这个是遗传啊，连身体的一些特点都是不遗传的，而更可怕的是这个罪性啊。所以创世纪第八章说，人从小时心里就什么怀着恶念，你不需要教他做坏事的，他自动就会了。啊，我这个小孙女现在聪明的不得了，师母给他买了小玩具，昨天他就开始说秘密秘，两个哥哥要来玩，他说 no no no， 秘密秘不是我的，抓得紧紧的，那种的自我中心就是唯我独尊那个自私。你不需要叫的啊，反而 share 整天逼他要 share 要叫啊，逼得老半天他才不太甘愿的拿出来 share 一下啊。所以圣经说，人从小时自然的啊，不怀着恶念，坏的东西你根本不需要叫的，他越长就越明显。反而我们要透过教育，把他一些坏的东西压下去，压下去，要。整天想一些正面的东西，希望他可以改，可以改，啊，很累，除非重生得救啊。所以跟中国，所以太一个中国的这种的孟子说太乐观了。所以我反而觉得荀子讲的说性本恶，把这两个调和在一起，圣经是比较调和在一起的啊。从创造论讲的，哎，这句话没错，人之初性本善，因为那个亚当是善的，但是要讲到每个人，那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神造人，所以那个善性是应该有的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良心的功能没有百分之百的丧失，神还是怜悯保留了一部分良心的功能啊啊，所以讲到这个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啊，这些良心的基本的小功能还是保留一部分啊，还是给人们一条光明的小路啊，可以啊去寻找神啊。那么这个罪，原罪带来的污染 pollution 的 corruption， 我告诉你非常可怕。你看看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第五点、第六点、第七点，带来七方面的恶果，不是好像中国孟子所说的那么简单，人之初性本善啊啊，然后慢慢习相意就变恶了啊。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带来七方面的恶果，不好的结果。第一，圣经里面提到心地被败坏了啊，或者心地被蒙蔽了。那这个心地究竟是什么呢？先注意这个简单的定义，就是 spiritual understanding。属灵的悟性，原来亚当是认识神的，明白神的，体会神的心意的，但是堕落之后，人类就没有这种很属灵的悟性，可以跟神沟通，可以明白神。所以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就提到这个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叫做心窍。希腊文有个很特别的字叫 nous， 我这里是写英文啊，但是希腊文是这样写的 ，news 啊，那这个 news 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同来。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两个门徒走在以马忤斯路上，
遇见了耶稣，当初还蒙查查，认不出是耶稣，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因为太伤心了，还是他们的定义以为耶稣早就死了，可能这个人是像耶稣吧，不可能是耶稣，可能认不他，认不出耶稣来，直到耶稣跟他们擘饼圣餐，他们才认。但是更重要的，耶稣就从旧约开始跟他们讲解关于耶稣的事情，预言到耶稣的事情，可能从创世纪第三章女人的后裔都开始跟他讲、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了。摩西所想的将来幕后有新一位大先知像我，就是我。圣经讲到幕后要兴起大先知啊，末日先知啊，讲到可能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这个啊，羊羔受苦的仆人啊，因着他的鞭伤我得的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你们得的平安，可能耶稣就把这些经文一个一个跟他们讲，他们居然会明白是因为什么？看到了吗？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耶稣开他们的心肠，他们才能够明白圣经，他们的属灵的悟性，这个 news 被打开了，才开始明白什么，就表示说，神没有动工之前，在我们的天然人里面，我们没有这种属灵的悟性，可以明白神跟他的救恩。所以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一同来读。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看到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的光景吗？最重要是心地昏昧。King James Version 翻到 Understanding darkened。是指到这个属灵的悟性完全好像摸黑了，看不见了，没有果效啊。所以这样一个属灵悟性昏昧的人，也没有神生命的能力，与神的生命隔绝，所以他们是无知的，心里刚硬的，良心丧尽的，所以犯各样的罪恶，也就是个堕落人这个环境。听到这个心病，就是这个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dark 昏昧。再读下去，林前第二章，属然而属血气，不什么叫属血气的人，就是我们那个天然人啊，没有得救的人，我们的本相天然的人。没有悟性被开启的话，不会领会关于神圣灵的事情、得救的事情，反而以为愚拙，也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你会发现，你没有重生得救之前，别人跟你讲福音啊，讲信耶稣，你根本听不懂，听不明白啊。我在中学的时候开始去教会，也是听不懂，看不明白啊，以为旧约就是以色列的宗教历史，干嘛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钉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是个犹太人，都会算到我头上来了，说我是个罪人，我那时候年轻，什么罪我都觉得没犯，我就整天喜欢去帮助别人，做好人好事。听不明白，你要跟我讲罪，讲救恩，讲信耶稣，还可以跟我要又讲野兽了啊，就是笑的是基督徒，整天在讲耶稣啊，真的不明白，直到圣灵动工重生。因为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属灵悟性是昏昧的，是 dark， 不能知道，不能明白。所以罗马书第三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保罗说：“你懂来读，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没有寻求真神的，寻求假神的很多，假神的他们听得进。”拜偶像啊，拜假神，他们会去寻求，但是你要他们信耶稣，寻求信耶稣很难啊，因为不明白，没有办法明白。按照我们的属血气天然人，我们不会领会，也不会明白，除非圣灵先动工
啊，做光照重生的工作。再读下去，提多第一章十五节，在为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力和电量也不够。那在这里就更一层的描写，这个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心地是被污秽的、polluted 的啊，污染的啊，所以没有功能。然后灵前最后一个经文，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什么悟性歌唱啊？这个得救之后不同了，就好像门徒他的心窍被开了，属灵的悟性被打开了，不单单可以明白神的话，明白神可以用属灵的悟性来赞美神，来祷告与神沟通啊。否则啊，你没有得救之前，你祷告不通的啊。好像我当时的。提过了，在跟空气讲话啊，神在哪里感受不到，不能明白。好，接着第一个啊，堕落带来人类的一个的污染恶果，就是我们的属灵悟性啊失去了。第二提到这个人心啊，或者是心啊，这个心是提到一个本性。倾向心欲的一个定义啊，所以耶利米书讲到这个人的心的 heart， 我们的心啊也被败坏了。耶利米书十七章一同来，人心比万物的诡诈，什么坏到极处，不但是坏啊，耶利米领受这个末世是极处啊，极坏啊，哦，人的心啊，那么这个心啊。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后面也提到，他们的思念，这个是指的思想脉变为虚妄，无知的什么心就昏暗了 ，heart 他的心也是昏黑的，啊，是指到他的本性的倾向是罪恶的，啊，所以一个人他的行为常常是因为他的心有这个的倾向。他的所以骂人说人面兽心，他的心是野兽的心啊，那就很可怕了啊。他就是倾向，反正看到有机会就把你抓，把你吃，因为他的倾向，他的本质就是那么坏啊。所以这个 heart 就知道他的一个本性啊，他的本质一个倾向啊，一个 inclination 啊。那不单是我们的 heart。本性是罪恶败坏的、啊、第三我们的思想、啊、也是被污染败坏的、啊、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耶和华见人在地上什么罪恶很大，终日说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人的思想都是败坏，都是想恶事，怎么去害人，怎么去抢人的东西，怎么去得好处啊，思想都是恶的，甚至是抵挡神的思想。所以你看哥罗西书有更深的了解，第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King James Version 翻得更好 ，Enemies in your mind， 啊，你的思想是抵挡神的，不要信耶稣的，不要接受真神的。你就紧紧抓住那个无神论啊、唯物论啊来对抗的啊，就是啊，不要接受真神的啊。所以思想不单是各样的罪恶的事情啊，那最可怕是心里面与神为敌啊。那刚才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也讲到了，他们的思念、他们的 mind、他们的思想，都是想一些虚妄的事情。啊，一些败坏的事情啊，不是真理的事情。好，不但是我们的思想被罪污染了、败坏了，刚才提到我们的良心啊，圣经叫做偏良啊，有时候也叫做良心啊。那什么是良心？讲一个简单的定义，一个良心就是是非之心，也要说是一个内在的把关。的声音会在我们里面，原来不单单是有外面的法官可以审判我们，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呢，里面都有个微小的声音，法官的声音在我们里面。你做对的事情，他会肯定 ，all good。你做坏的事情，有一个声音会审判定罪你的，啊，你就是会所谓良心不安，所以因为你的良心发出这个定罪的声音，他如同一个法官一样在里面，啊，但是很可惜，这个法官良心的法官呢，会被贿赂的 ，right。听得懂吗？会 bribery， 会，哎，不是这个 bribery， 就是很多人想，哎，虽然我这个事情做的是不对，啊，是欺骗，但是，哎呀，良心法官，我假如赚了大钱，我就多奉献一点钱到这个庙里面，来盖大庙，啊。他会 bribe， 会贿赂良心的，懂吗？啊，或者说会justify， 去用一些理由来肯定合法化，啊，就让良心的声音闭嘴。哎呀，一个老黑，对不起啊，说黑人好，不是老黑，一个黑人住在最贫穷的当趟，然后也没有职业，两个孩子饿得要死。只有出去哭紧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害他，我只是哭了他拿着钱包的钱，啊，我有一次走在非洲的当趟，都有个黑人跑到我旁边来，你别哭的，我说好吧，哭的没事，快点把哭的拿出去跑了，非洲很乱的，黑人真的一堆的，啊啊，所以他犯案他很有理由啊，啊，我孩子快饿死了，你们这些白人。那么坏，拼命跪，拼命杀我们的黑人，啊，不公平，啊，要我们，啊，就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很穷，所以我们来抢白人，很有道理。所以他们在那搞示威啊，砸那个商店啊，我告诉你，他们有道理，他们的良心不会有声音的，因为他觉得黑命贵，啊 ，Black Lives Matter， 啊，所以最近有这个很有意思的。BLM Black Lives Matter， 但是最近出了一个叫 Biden Laptop Matter， 拜登的那个手机电脑啊才是重点啊，所以他们很聪明啊。同样的 BLM， 民主党又讲这个啊，要共和党讲这个啊，所以很有意思。所以同样的字母，两个人的体会都不一样啊。民主党体会这个是 Black Lives Matter， 黑命贵。共和党体会这个是 ，no find them laptop matter。所以注意我们的良心啊，不是那么可靠的啊。连神把具体的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办不出来，以色列人不守的罪，何况是那个良心的律法跟圣命，更容易被埋没，更容易被。所以我们看提多书第一章，啊，我们讲完这个就是比较一同来，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污秽了。提前第四章也是因为所放之人的假冒，别人的良心不会被过惯了一番，所以良心也会被麻木的，啊，所以我在香港啊讲大话好像吃生菜，意思就是他常常撒谎，撒的习惯呢，就好像吃生菜一样，就是家常便饭。讲的一切是撒谎，你吃方剂吃不出来的，他没有任何的心跳，的特别，所以你吃不出来的，因为他的良心麻木了，懂吗？联系太多了，每天都是撒谎，撒的都习惯了啊。所以有人甚至说，中国过去在这种的统治之下是一个撒谎的文化。假如你不撒谎，你活不下去。啊，好像这个就是文化的一部分的啊，就是很麻烦的，就是这里所说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麻木了啊。要提前提到说无愧的良心啊，对，求神保守我们得救之后啊，更能够恢复我们良心的功能啊，无愧的良心啊，才能够领受神的话语。能够有能力的来成为神的出口，
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啊，快啊，快一点就回来啊，大概五分钟吧，啊，不要太久。啊，对，那个升降预备一下，马上系统程序结束就开始升降。